刚刚这个聊天室里面发现有一句话也比较有意思，说给了小胖和小胖，小胖和大胖。对。六月初啊，十一月初的时候，王楚钦需要代表咱们中国去参加。一批一批的乒乓球运动员都在成长。对对对。八强的成绩直接升入的一队。这里。另外，全国锦标赛男单八强，赢马龙进入八强，直接升奖。其实十六岁女队的，这里。其实作为第三单打，这里打到第五。王楚钦呢，在之前的中超，就是今年的中超的前，郑荣植是参。发球直得一个幸运球，隔网之后呢是拿下三连败啊，太需要一场胜利了。呀、yeah ！哎，突然对王楚钦呢是有利，漂亮。一到两场吧，今天是有点意外打的。一月份出生的，一个小习惯就是，取得一个阶段的小目标之后呢，他会有一些懈怠，就是感觉，就觉得还有孩子的那个心气儿。马龙，马龙。像王楚钦8比7，4岁6岁就可以已经是一直练练一直练，而且这个基本功都很能走到国家一队。对，他们都是国家队的存在的一个差距，就觉得他完全。2比0喽。